欢迎来到八零年代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小伙伴们的点赞实在是太给力了，对辉哥我马不停蹄的加班赶制，还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。咱们这期点赞冲10000，下期不会慢。另外，这期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隐藏表情，只要在评论区输入"冰火狗"，即可解锁新表情。小伙伴们可以去试试哟。来试试看。好。这游戏都更新到270多关了，那今天就从最新的一关开始。以我的观察来看，两个石头中间的缝隙刚好可以卡住狗狗。这就很简单了，只需要画一个框，控制住两边的蜜蜂就完事了。通关容易，但是想兼具艺术性还是得看我发挥。万能小人登场，画个小女孩，左手拿着一只鸡，右手拿着一只鸭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这个就叫专业。看到这关的布局，我立马就有了灵感，用腿护住狗狗，再踩上一把剑，化身侠客御剑飞行，还没飞起来呢就凉凉了。我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就是狗狗离火海太近，不管怎么趟过去都会葬身火海。说干，所以我叫来了无所不能的超人，用他的披风拉住风潮，然后用腿保护狗狗。这次你们还想知道狗狗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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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到了我自主创作的时候，作为一个满脑袋奇思妙想的玩家，不整点活就浑身难受。你们看这个发型眼熟不？ Nope。 行吧，那就接着往后看，一只胳膊举着狗头，另一只虔诚的展示，再来个单膝跪地的姿势。你是我的家。现在看懂了吧，我只不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变了手部姿势，因为这样才能完美通关。救我！不要心急，容我想想办法。有了，直接在上面画一坨翔，既能挡住狗狗，而且蜜蜂看到这一坨，应该都避之不及了吧？我来！啊、就这？既然蜜蜂这么聪明，那我不如正面刚。哎呦我的妈！画个小人在上面躺平挑衅，看你们还能怎么样？真的太逊了！滚！不给你们来个狠的，都以为我是菜鸟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！啊，战意涌上来了！我造了一个实心的金字塔，固若金汤，保证牢不可破，全程稳稳屹立。都很棒！啊，这关有点不一样了哟，底下还有个锤子。突然间有了一个坏坏的想法。如果单单给他套一个头盔会发生什么呢？生命上天和太阳肩并肩。万万没想到这样也行。除了头盔外加上两个武器试试。打他！快快！快快快！不折腾狗狗了，开始干正事。有现成的推进器，不换个火箭的话那岂不是可惜了。准备起飞。虽然没上天，但至少挡住了蜜蜂。停停停，我不想吃你俩的狗粮了，不就是想在一起吗？我来给你们当个月老，左边的小公狗当牛郎，右边的小母狗就是织女。哎呦我的妈，怎么样，帮你们提前过个七夕，够意思了吧？ Thank you， 我真的会谢。怎么还哭了呢？这都不知足、啊、那给你们搭个爱心鹊桥作为补偿吧。 You are my destiny， You jump I jump， We jump together。 好家伙，你们的爱倒是挺深沉，可是我却没过关，着实令人头疼呀，得让他们在一起还不能掉下去。我有梁祝化蝶的故事，那今天我也来效仿一下，把你俩用蝴蝶框住，封印在一起。哦。
赛，这不就过关了吗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又是大开脑洞救狗狗的一天，最后还请小伙伴们点个赞，给予辉哥发散思维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对了对了，我还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，一年一度的西瓜 play 又要开始了哟。辉哥我参加了这么多年，这次肯定也不能错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辉哥我将在7月25号晚上8点准时开播，你们肯定会来我直播间投票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，拜拜。